和女员工出差，他却指定了一间房。现在的女孩都这么开放了吗？新屋还可以啊，定的不错啊，够大。哎呀，累一天了，可算歇会儿了。我一会儿收拾收拾就睡了。哎呦，你也休息去吧，你回你房间吧。坐了一天飞机了，怪累的，明天一早还开会呢。什么？你只订一间房？那我再去订一间吧。我都吓出汗了，上个厕所的功夫他竟然躺床上了。那个我睡这儿吧，这也挺好。他这也太直接了吧。哎，婉婷，你有水你喝吗？哎，你有茶叶，我给你泡茶叶吧。哎，你有电话，你打个电话吧。我打什么电话呀？这也太尴尬了。你先睡，我出去去。我还是赶紧跑吧，我可不能犯错误啊。